现在看一下这块这个文件上传添加这块上传这块，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你看一下啊，如果上传成功了，添加失败了，会怎么样？添加失败了不是那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图片成为垃圾了，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咱们需要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判断这个图片上传成不成功，是不是得需要删除一下？你要不删除的话，这个图片也是咱们说的永远用不上了，对不对？占着资源没有意义，所以呢你多花一点代码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框架呢是检查数据和插入分两部分形式的，这样的话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咱这为了方便都在这一里边形式的，所以呢你在这块对于文件上传的话你就多写一条代码了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到 model 里边去，然后一调用是不是就删除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反复重复在这写啊。到时候你以后就把它移植到 model 里啊。比如说判断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判断谁啊？判断这个文件上传当时是不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嗯，也可以。这里边不已经有这个数组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文件名等于这个 up 里边的谁啊？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只是单个文件嘛，上传的时候就对一个单个文件，对不对？失败了再删一下啊，你这没办法，你只有现在展示这么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 file 下划线 exists， 如果文件存在 $file 文件存在，就怎么的 unlink 删除 file， 对吧？然后如果 file exists 判断，假如有个 th 是不是前缀的缩放的那个文件吧， file 存在，然后 unlink 删除 th 下划线 $file， 对吧？然后如果 file exists， 当然了你可以想办法，如果太多的话做一个数组循环便利之类的，对不对？w 下划线，咱这只是简写了 ，file unlink 删除 w 下划线点 file，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啊？啊，这找了 dollar file， 但是这个还得加一个什么？还得加一个路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直接在这加不行，所以路径咱们这块加一个 pass， 路径是哪儿啊？默认的话你不能用 global 这个 pub 那个 pub 这个，对不对？因为是 PRP 操作，对不对？ PRP 操作你可以现在咱们放到那框架目录下 PROGECT 下划线 pass， 或者是相对于主入口文件都行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路径下的public 下边的 UPROADS 是不是这个路径下啊？然后每一个都加上这个就行了，$pass， 然后$pass， 你可以先把这几个文件名声明成变量啊，怎么写都行。几千万张，这不就找这一个图片吗？不是，他检查存在不存在，不得检查一遍。你肯定得检查一遍呢。你要不检查的话，删不出一警告嘛，对吧？啊，那图片咱们以后要是大服务器的话，数量很多的话，图片是单独一个资源服务器，对吧？就不在咱们本机运行了。比如上传图片，你没发现新浪、百度的图片上那个域名都不是
3W 点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而是 image 图片点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单独服务器，所以直接给那服务器一个信号，什么图片，让那个服务器去删，不会占用本机器资源，听懂吧？如果资源很大的话啊，是那么去分的。好，这关就不测试了吧？如果成员不出错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然后修改的时候，修改的时候呢，修改界面咱们得先处理一下，比如说点修改。那如果有图片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得先把图片显示出来啊？对吧？所以咱们在这块儿，在修改界面在哪儿呢？这修改界面吧，这块儿来一个。当然你用 GS 特效什么的东西，那就做的就可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如果不加特效的话，直接什么 IMGSRC 等于，比如说你图片太大的话，在这块有可能占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给限制一下，比如说150，当然给只给一个值就行了，不要俩值都给，俩值都给的话怎么的变形，对不对？给一个的话会等比例缩一下啊。然后这块直接用 double for public 下划线，这块一般的用缩放后的那张就是不是就可以啊？所以可以判断咱们这里边数据库里边没存那个缩放后的标记，所以咱们直接写吧 uploads upload 下边这个下边 post 里边的 pic 是不是啊？然后后边加个括号 dir， 现在看一下如果有图片的话，编辑分类是不是就有这张图片了，对吧？那有这张图片，那修改的时候如果换图片和不换图片怎么做呢？比如在修改的时候，在这块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其实添加是不是还是这几条代码啊？对，可以这么做。你可以先判断什么，如果 $file 下划线 files 里边的 pic name 里边的谁啊 error 如果等于零，证明用户怎么的，是不是上传图片了？上传图片的时候怎么的，咱去这么做吧。如果不上传图片的话，那这个就不在这里边加 pic 这个字段，是不是原来图就不改啊？如果上传图片就改了，你看一下，假如这修改，我只修改一个文件名，对吧？修改，修改成功，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图片，是不是还是这个？现在如果我换图片，然后换这个，修改，是不是修改成功？最后你再看一下图片，是不是变成这个了？所以就看你存不存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但是上传的时候，你还这块我就不给你写了，到时候给你说一些思路，你自己去写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块记着，如果已经有上传图片了，并且上传成功了，你就想办法把原来的那个图片是不是删掉啊？原来图片那个怎么存过来啊？在表单里边有那图片名，可以用隐藏表单存过来吧，对不对？不用再取些数据库，或者是你这个数据，你查出来的话，不还得查一些数据库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名称你可以在这块加一个隐藏表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能把它传过去啊？图片名，然后把原来图片删掉，对不对？那同样道理也得处理什么？这块失败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在这块也得删除一下？所以这块得删除，有两个地方得删除吧？多花一点这样的代码是值得的，清楚吗？不然的话，这个图片有可能成为垃圾了。比如你上传新图片，原图片是不是永远找不到了？对不对？你上传新的，原来那个替换相当于。这不就 OK 了，这样就不浪费嘛，实时变的嘛，注意这些细节啊。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呢？就是刚才这个，比如上面这个删除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对，假如说现在我到第五页，对吧，把第90条记录删除了，回到哪页啊？是回到第一页啊？怎么能让它再回到第九页啊，第五页啊？你在这个地方你加个什么，再加个 page 等于谁啊，加个这个。那假如这变量没有怎么办呢？咱们在分配的时候
你最好把当前页分为，如果需要这个功能的话，就这么做啊。你会可是有你有可以有其他的变形的东西，因为咱们在配置里边可以直接找到配置，听懂吗？这样的话，直接在这块下删除的时候，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传过来了？传到哪去了？一点删除。现在你看啊，编辑，我现在到第五页，看那变量存不存过来啊？删除的时候是有配置等于五，当然会把这配置等于五传给谁啊？是不是传给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你再加的时候再加上什么，后边这块你再减啊，再存回到 index 里边，对不对？那 index 里边怎么配置是传过来的，当中下划线 get 里边的，对，配置。当然有其他变量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删除的时候你怎么的，同样可以把这个，对，这块是 product 产品，这块你就得多加一个了吧，是不是一样删除失败也转回家？这样的话你看，我在第五页第六页吧，假如说第七十九条第这个八十条我删除，是不是还是这一页，还是第六页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这个点这个删除呢，那回来怎么办呢？同样道理吗？因为它俩都是会转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index 列表界面是不是刚才加了这个，把这个加到哪儿啊，可不可以这么做，存到 delete 里边，是把配置也传过去了，那里边同样能跳转吧。现在你看啊，编辑不是编辑商品，假如说第五页我现在选中第91 89和92第三条，对不对？删除，看页面是不是又回到还是这个页面第五页，对不对？那同样搜索呀之后的都是在玩这些 URL 吧，是不是啊？这只是一个啊。好，这模块不差什么了吧，其他的边边角角就自己加不就完事了吗？那今天咱们用上午时间完成了三个模块，如果你项目设计二十个模块，你想要用多少天是不是就能完成了？所以今天下午的任务干嘛呢？你自己完完整整写一个模块，用户模块也好，或者是等写过的商品模块也好，听懂吗？尽量把框架的东西都串一下。那晚上吗？对吧？明天咱们开始项目启动，好吧？